Yo， 各位，欢迎收看486街头实验室。今天特别不一样，人家说外面有唐启阳，我们486有喜羊羊。化身这个星座大师，今天帮大家来占卜一下。马上欢迎第一位，请问你有什么事要询问大师？最近感情运不太顺。感情的问题，就我来帮你解决。没错，你什么星座的？摩羯。摩羯座，好的。嘿、hey, ，小波，来了。摩羯座这周的运势怎么样？摩羯座今日的整体运势，想些有趣好玩的活动，另一半会觉得今天的你和往常很不一样。是不是不太懂？大师帮你开示。他刚刚前面是不是说感情方面要想些不一样的活动？这只爱的小手就给你。回去呢，你就跟你的另一半有没有？这只拿着，然后就玩猜拳。输的呢，就是个稍微惩罚他一下，我稍微失败一下。齐峰来，去拿蛋。什么鬼啊！假装你是明芳，我是她男朋友。OK， 那明芳，你现在说，Honey， 你来惩罚我嘛？快点，赶快讲。Honey， 来惩罚我。玩就在玩蛋，刚刚小布已经有讲了，懂吗？所以回家就这只拿着，回家准备惩罚你的另一半。没错，现在欢迎这位就是我们上次痛打我的眼珠。那呢，你先跟我讲你现在最近遇到的问题。等一下，如果小布也说出你的问题的话，代表我对，然后你要在外加再给我一点钱，好不好？可是我最近的问题就是没有钱，刚有钱。好，那我们为了测试小布真诚，我们现在先问你，你本身是什么星座的？巨蟹。那最近有什么遇到什么一些问题吗？就是钱不够用。除了钱不够用，还有什么人生上的问题？哦，小孩太乖太烦。各位妈妈，我先替你们打他一下。你的叫偷呀。那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公也太完美了。老公是天蝎座的。不要录了，不要录了，不好意思，看，不要录了，不要录了，录不下去啊。跟老公没有什么问题。没有啊，家事、床事都没有。跟大家分享夫妻的相处之道。哦，就是老婆什么都是对的。老婆什么都是对的。不是，我们今天先，我是大师，你是大师啊。刚刚我们听的眼珠的问题，我们现在就用小布来证明他讲的。好，嘿，小布，是，请问一下巨蟹座本日的运势怎么样？巨蟹座今日的整体运势，一句发自真心的赞美，就能让爱人肯定你对他很上心，温情感顿生，才进才出如流水，提前做好收支计划，帮你挽回眼下艰难的财务局面。听到没有？才进才出，各位，我们没有剪接，我们刚刚是先问他，后来才问小布，有没有准？自己讲，真，表示我们小布真的准，对不对？厉害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你可以走了，好，好谢谢，好，欢迎下一位。好的，接下来这位不得了了，我们486颜值担当，欢迎我们的念婷。你刚刚差点忘记我的名字。请问最近有什么就是需要协助的地方吗？缺钱呢？你缺钱？我是全盘可以帮你治疗的。这么厉害？那你本身是什么星座的？双鱼座。双鱼座。嘿，小波。是。请问一下，双鱼座今天的运势怎么样？我害怕。双鱼座今日的整体运势，有伴者会跟对未来的家庭生活有些知性探讨，也会有计划产生，想花钱时毫无顾忌的花了，事后算起账来就捶胸顿足，追悔莫及。另外一半会有知性的讨论。嗯，我们每天都有知性的讨论。对，像齐峰他只有性爱的讨论。对啊，花钱的部分要开心的花钱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刚刚明明就是说我花太多，堆心瓜啦。不会，那这样 OK 吧？蛮好的。对，我们这个稍微都是有着手一下费用。我有准备。你看，就是小心翼翼、小心懂事的女孩。这个是要给小布的，小布的。好了，谢谢我们念婷。好了，今天结束了。不过肥水不落外人田，那个齐峰来一下，帮你测一下免费。本身是什么座的？双子座。小布。双子座今日的运势。双子座今日的整体运势，上司火气大，想要歇口气都很难，一不小心就被当成撒气的物件。这边先下跪，大哥，这个母家音呐，讲，我怎么不小心把地下室淹成池塘了？洗个衣服，其他人洗都没事，他洗这个洗衣机坏掉，整个水溅出来。
个地下室潮湿的跟游泳池差不多，而且还淹两次。我觉得还蛮准的，而且他说老板火大，他说他你是测今日吗？对，今日啊。那我们不要录，我现在赶快去工作。还不赶快买一台吗？486团购我在卖，买回家包准你变神棍，不是啊？大家可以聊个天嘛，开心一下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实验非常成功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小布，赶快来买哦。